得杰出的老师推荐信。想从老师那里获得杰出的推荐信给大学，不应该拖到最后一刻，也不应该草率了事。学生要针对如何让老师写出更好的展现自己的推荐信，在展示技能、能力、性格和其他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方面做出坚定、规范化的准备，这样才能拿到杰出的推荐信。大学通常需要2到3份有接触过而对学生有所了解的人所写的推荐信，并允许1到2份额外的个人推荐信，包括教师，通常是英语老师、指导顾问、教练、导师或雇主。大学很重视推荐信，因为推荐信展示了考试或成绩以外的信息，针对学生性格提供了第一人称的个人看法，并表达出愿意支持学生成为候选人及证明其有此资格。学生必须提供理由，老师才能写出优秀的推荐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会要求你写下一份自夸表，通常他们会用一系列问题提示你，比如你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你认为你最强的个人特质是什么，你觉得哪方面的课程最有用，你想让大学了解你的哪些方面，描述一下你在这位老师的课堂上扮演怎样的角色，你是怎么融入课堂的，你是否积极参与讨论等。在这门课堂中，你最引以为傲的课题、作业或成绩是什么？一封说明学生具有使其成为有力且优秀候选人特质的推荐信非常有用，不应该被忽视。为大学推荐信做计划，永远不嫌早。